卡更进攻，漂嗯，亮。这个球真的是以快制快，对方快呢，我们比他们更快，也是比拼连续的进攻能力。你看，我们蔡颖这个球放一个，已经在那边等了，嗯，所以对方一出手，蔡颖就把这个球封堵过来。发完球跟进，这个球非常快。这个球裁判判中国队发球违例。当裁判认为你这个发球直接威胁到接发球的人，所以呢，裁判是会判你这个球违例的。Service over, 6-4. 杜建杰发球，真的要打起狠来，比起力量，我们肯定是要强过对方。而且呢，单论一对一的能力，在个人能力上，我们可能要占一些优势。对，从整体的实力上，中国队实际上还是要强一些。嗯，但是马来西亚的这种战术意识和个人的这种技术的特点也是很突出的，所以这也为什么能够他们能够取得在国际比赛大赛当中能够取得优异成绩这种的原因。8-5，第二局比赛，中国队还是打出了气势，目前是领先了3分。这是马来西亚队的主教练，穿黑衣的是列西，是原来也是优秀的双打运动员。嗯，他来自印度尼西亚，他曾夺得过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的男双冠军。印尼和马来西亚作为邻国，另外呢，两个国家在羽毛球的这项运动上实力都比较强，所以在这个运动上交流也比较多。这个球是在对抗当中，我们露出了一个空档。是对方网前球啊，放得比较好，这滚网球。虽然傅海峰非常奋勇的把这个滚网球也救过去了，但是，回球的太高了，那马来西亚抓住这个机会，一个网前的扑杀，把球打在界面。中国队平手挡，就是连续的进攻啊，就打一个人。一二打一，就打一个点，在这种对抗下面呢，对方是很难扛得住。对，主要是这个球，马来西亚的球向上，那么中国队是从上往下打。对，在平抽快挡的时候，双方都会尽量把球保持，不要往上翘。嗯，能向下最好。嗯，不能向下也，最起码要把这个球呢尽量的平打过去。一旦球往上翘，那么对方就从上往下打，你就自己是处于被动的，有下压劈杀的机会，就很难去跟对方对抗。8-10。
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呢，我们跟对方在这种速度上的交手也不少，平车快打，并不怕对方。对，在位置卡得好的话，实际上中国队那种手上的力量还是比对方更好一些。但是有时候你手上力量有，但是呢位置不好，比如说你这个球在接球在前面，身体没有跟上去，那这个球你即使是发力了，你发的力量越大，这个往上翘的这个概率越大。对，所以有时候羽毛球这个脚步，你站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打，这个也是也非常讲究的。就像你扣球的时候，如果说你起跳了，可是你击球点是在你的头顶后面，那你想把这个球扣好也是非常吃力的。你一定要把这个球选在你的头顶的正上方，甚至在你的头顶正上方向前一点，这个球是最有力的时候。对，那人在空中后仰的时候要发力会非常困难。对，另外呢，你要把这球向下压就更加的难。所以在羽毛球运动当中呢，一个是讲究脚步的移动，快速灵活的移动，另外一个对于球路的落点的判断非常重要。对，这是我们所说的意识，就双脑的意识。实际上你看看他脚步移动很快，但是呢移动的范围不是很大。意识非常重要，就是你要事先把那对方那个出球的方位你要先有所判断，这样你才能够提前移动。在对方球还未到达之前，你已经把大概的位置已经封死了。要不然的话，你等到对方已经出手了，你再来移动，那个球就，你可能能救到，但是并不能够打出非常有威胁的球。在这种高速对抗当中，良好的预判为你节约哪怕是千分之几秒，也是非常宝贵的。中国队进攻的威胁还是非常大。一旦有机会，那么成功率非常高。在力量上确实比对方占优势，把对方压在底线。13-19，特别是傅海峰的杀球，因为他目前来讲，是世界羽联所有测试当中被认为是，他的球速是最快的。曾经是一小时，他的扣球速度曾经高达过一小时，时速是330公里。姐妹15-10，发球直接得了一分，对方对落点的判断出现了小失误。对，这马来西亚运动员这个接发球的时候整个重心非常向前，所以你突然间结合一些发后场是非常有效果。傅海峰这个球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既然没有打，就基本上没有球拍都没碰到，因为这个球速度不是很快，我们在节奏上出现了一些失误。漂亮。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两名队员呢，一打一的话，在比赛当中他的相持能力并不是很强，你连续的攻他几拍，他很难扛得住。12-16